Round one. 你屡试三番的想要回头，告辞是？确实如此。Hello, it's me. Round two. 二郎这是找什么呢？输了你也不知道，输了你也不知道。Round three. 我需要开光眼石。你怎么不看你老子的管？接你老子的事？别过来，别过来。Round four. 那二郎的意思是说，这里已经定住一切。我何时说？我何时说？嗯、Round three. 这种地方你不太适合出。为何不能？KO. 你叫柳香福可有发现？我发现了柳香的账户、哦。还有什么线索？当时我经过一间屋子，那间屋子平平无奇，但是又有锁。这是工作降噪间特制的蛇盘锁。蛇盘锁一般用在机密要地，不会用在一间普通的房间。所以真正的账房很有可能就是。